什么？钢笔藏在我爸身上啦，我放在家人身上，因为我觉得还是今天保持这个珠宝跟衣服跟美观，所以，但是我有藏了一个我平常拍戏的小小的幸运符吧，嗯。它对我来说，它像是护身符，然后它是用一个布包缝起来的，然后我放在这里。对，今天啊，今天是梳了一个比较容易撑到比较晚的头发，就风吹不乱的。那宝格丽的珠宝，还有林丽老师的衣服，想说呈现一种小调皮，然后有点帅气可爱加气质的衣服这样子。哇，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这件事，是因为我现在超享受跟老狐狸的剧组在一起的，包括还有我们的冠廷，对啊，他这样保护了我很多，因为这个高跟鞋蛮细的，他现在大概是这种，所以我很努力的站着，对，就希望他可以好好享受今天整个电影的氛围，对，谢谢。